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张又来赶海了。今天阴天哦，有点上雾了，我们抓紧下去看看吧。走了。哇，这下面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圆圆的是个什么？拿出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大概是个海肠吧。它放水里它会动啊，我看一下。它会变长，这个东西，它也有嘴。这个长的这个东西，那可能宿在那底下没有水，它就缩回去了。这海肠切开可以吃的，你可以凉拌，烫一下凉拌。炒韭菜。嗯，炒韭菜也挺好吃的。这一个够了吗？带着吧，这个不算小了，个头还可以，跟火腿肠似的。哎，再看看别的。我是半十块小东西。哦，这里是一只章鱼，哇，还有个塑料袋儿。哎呀，塑料袋也带进去，先放桶里吧。哎呦，章鱼还可以，哈哈，我来了，怀抱一个大石头，看怎么样？带着，石块底下给我仔细的看一看，这些螺呀。哎呦，这一只好大的一只章鱼啊，哇，在这里吸水呢，你看呼吸啊，哇，触角好有力气。哎呦啊，看这一只，哦，吐水了，哇塞，看这一只比较大的了哟，带着。这一个好大的猫蛤蜊，你看这个，哇，它在钻沙的，不小，这个个头挺大的，挺沉，带着。哇，这边又一个猫蛤蜊，哇，这个也可以哦，两个了，这两个个头都还不错，哇，这里有个袋子，是不是一个袋子？哎呦，真是，看一下，哇，不大呀，这个个头不大，还行吧，有点碎了这个壳，没问题的，新鲜的，可以啊。带回家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毛蛤蜊已经钻进去了，幸亏我眼力尖呀。哇，这个也行，个头不错，可以。看到这里有一个海星，不大哦，但是很漂亮，带着吧。这边还有一个海星，这个也很漂亮。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哦。哦呀，好漂亮，这个很完整，带着了。这边一个，哇，今天海星不少呀。这个，哇，这个姿势好特别啊，看好像在跳舞。这边又一个，看小海星。哎呀，这个都被我踩了一下，哈，还行，没踩坏。哦，这边这个石块下好像有东西，在这。哇，章鱼，看一直在变色。哇，这一只不小，你看，哇，吸着这些大石块，大长脚，放桶里。哇，这边这个石块下有一只章鱼，看，哇，不小的，脚好粗啊。哦，你看它吸附的这些大石块，你累不累呀？你看，哎呀，行。带着，哇！这潮水退的有点慢呀，可能跟今天的风向有关系。看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哇，这里有个袋子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袋子不大。我们这里叫这个东西又叫珍珠贝。哎，这个怎么是个开口的？我看看这个肉，打开看一下。哎呀！看这个肉，哇，肉是鲜活的，没问题啊，可以用水摆一下，带着吧。这个肉看起来很嫩。那前面好像是有一只海星，这边这个海星好完整，好漂亮的，放桶里。
个水里有没有鱼。这边那条，看，那条不大的，有点瘦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哈哈，你走不了了。来了一条，还行啊，也不算很瘦的，个头还可以。这也不知道是活的还是死的，感觉它还好吧，有点挺了。你看看它动的啊，这只还挺胖的呢。这只沙光鱼，带着吧，你放水里，可能是冻的，这天也有点冷。看这边这个石块下有一只章鱼。吸在这个石块边上的，嗯，拿下来，哎呦，吸的还好紧，这吸盘可有力气了。出来吧，八爪鱼，呵呵，豹纹的。又发现一条鱼，这条鱼比较大哦，好肥啊！哎呦，这只，冻的都冷的，冻的都不大动弹了。哎呦，这只肥，你看，这是沙光鱼，还行这一只。哎呀。冬天这个天冷，海鲜都不大动了。这边又看了一条，这条真是小呀，这条不太大。哎呦哎呦，它很活泼哎，嘿，这条有点小哈，一会儿放回去吧。这边又一条，跟那条差不多大，你看，哎呀。章鱼在这个石块底下，哎呦，这只章鱼大哦，头好肥啊，爆头，哟，吸着这么多石块，哇，这只大，太好了，哇，八爪鱼好肥的一只，放桶里，哎，好漂亮，你看到了吗？底下跟那个蓝宝石似的，还吸着一个小海螺，要缩起来了，好漂亮啊！海菊花，这就是。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你看这个就是粉红色的，一缩起来特别的漂亮。哎呦，这边有螃蟹，看，哎呀，在这石块底下的，哎呦，梭子蟹，哎呦，它带着一只什么，这边有一只海龙，这种尖嘴的海龙，这个泡酒也特别好。梭子蟹不小呀，放桶里吧。这只海星好漂亮，特别完好，带着吧。刚刚抓了这个沙光鱼，像这小的这种，因为它皮头还有点受伤了，这种就放了吧。你看，它想回去了，走吧。这两条大的留着吃就行了，这种小的其实也没什么肉，放回去，等它们长大吧。走吧。